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设立世界环境日的目的在于提醒全世界注意地球状况和人类活动对于环境的危害。近些年来，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升，保护生态环境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但是，全球生态保护的情况并不乐观，当今世界人类还面临着许多环境问题。11778起，这是过去50多年时间里全球因气候变化引发各类灾害的数量。这些灾害造成全球200多万人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4.3万亿美元。69%，这是过去50多年时间里全球在监测范围内的野生动物种群下降的数量，其中淡水物种种群数量下降了83%。仅在2022年，就有超过40个物种被宣布灭绝。8170万公顷，这是过去60多年时间里全球森林缩减的面积，这意味着全球人均森林面积下降了60%，全球有16亿人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11公顷，这是全球每分钟新增的荒漠面积，全球有1/4的土地严重荒漠化，100多个国家的9亿多人口因此受到困扰。那么，面对这些环境问题，中国做了什么？2.54万亿千瓦时，这是中国2022年清洁能源发电总量。为此，中国建立起世界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风、光、水、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稳居世界第一。300万平方公里，这是中国划定的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0%以上。截至目前，中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群得到了有效保护。9.6亿亩，这是中国10年间累积完成造林的面积。除此之外，中国还新增和修复湿地1200多万亩。让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了24.02%。10年间，中国为全球贡献了1/4的新增森林面积，人工林面积世界第一。2.78亿亩，这是10年间中国累计完成防沙治沙的面积。中国的荒漠化土地、沙化土地、石漠化土地面积分别减少了7500万亩、6488万亩和7895万亩。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了53%。中国的绿色发展为地球增添了更多中国绿，扩大了全球绿色版图，既造福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从坚定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积极建设性姿态参与全球气候谈判议程，到建立共建“一带一路”绿色低碳发展合作机制，再到成功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始终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